哦，不是啊 ，meter 是公尺哦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是米啊，不是吃的那种啊，就是。没有啊，我们的米也是吃的那个米啊。什么？同一个字啊。米啊。米。小米手机的米啊。他断线。小米者的米。很彻底。我吗？不是你啊，狗鱼。Dogfish。为什么你们都钓得到鱼？我现在还没开始钓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已经钓一公斤了？我在挑鱼啊。好了，我要开始钓鱼了。对，还有选饵料。我在选。我的聊天系统掉了。哦，耳钓竿歪了，我操！歪哟，不是很歪，他现在很歪，他现在跟落枕一样。那你不适合什么饵料？放下去，下去啊你！妈妈，你在干嘛？吃槟榔。哈？吃槟榔？吃槟榔。吃冰？这个时间哪里来的冰 ？Seven。OK。看到有人真的进行 ice lake， 对啊，不是啊，哒哒。好小的鱼哦，不过瘾哦。对啊，都没有那种很沮丧、很沮丧、很沮丧的。为什么你现在才跳出来啊，金娜？啊？是我看你现在才跳出，正在进行那个游戏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地图玩比数量应该好一点。对啊。对啊。关台啦！喂喂，我啊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沮丧哎、欸。刚只是那样抖一下而已，我就把它勾起来。
嗨又在钓鱼，对啊，你要不要来玩？请了，哇，没兴趣钓鱼的人啊，谁啊？哎，请了啊，哇，请了。睡了，我也要睡了耶，这么巧，都要睡了耶，这么巧，好巧哦。0.05公斤是怎样的？哇，那个跟布拉提很可爱啊，布拉提很可爱啊，跟你一样耶，不好吗？哦，没钓到鱼啦。换了，换球了，气死我！结果搜了的随便搜的时候钓到一条，不是啦，哦，我不是啊，我想要用那个我之前用过的洞，结果我就不小心钻下去，我是灵旺吗？灵旺是一只大象，它已经过世了。我灵外开了一个洞，怎么办？我好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，会不会说普通话了？救啊！你就只会骂小朋友而已，还会说什么？对不对啊？对。有人抓我，随意。救命！可以沮丧一下，这张地图很难沮丧哈、啊。为什么都钓不到大？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人钓到大的。对啊，最大就一公斤啊，一公多斤而已啊，一公多斤，一公多斤，一公斤。都你啦，那么久没被我呛，我都不会讲普通话。舌头要赢了啦！舌头哈，你看我这个，你看上面我隔了多久才钓一条鱼啊？你看我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会赢的是节操好吗？真的？谁啊？节操啊！有水进来了，我的小水里的莉莉，钓了多少条？哎。人受到干了。弟弟说他在开台，你们在开台，我不会说话。有讲话哦。我们在钓鱼 ，Ice Lakes。为什么不丢？在开台，在开台。有啊，现在揪你要不要玩？不吃台要关台，我说我要关台而已啦，他们要继续。我要去洗香香，香香，最蓬蓬。而且我家现在还在30度，怎么可能？我拍给你看，如果可能的话嘞，不要，你要给我几包垃圾？不要，校准那边的温度了。我不要，水里表示。你看秀跟我家一样。我们29。哎，我今天洗两次澡了，等一下是第三次澡，你说我臭？我
只吸了两次而已，我比较好。啊！你呢？哇塞，大小。为什么这次我总不比总重量？这次是总重量啊！总重量啊！重重量啊，重重量棒棒！我这次难得掉这么多。都怪那个第二名的，对不对，小鱼？对的。第二名谁？刚刚不是讲第二名的事情吗？你不说第一、第二名，我就不说是谁了啊！干，你现在才想懂哦？嘿嘿真的很坏，哪有？不止坏。哎呦，打死蚊子，对啦！你一定要不要来钓鱼？还是你要打本本？还是你要打美日？还是你要打东东？嗯，还是你要打圈圈？我觉得为什么用我？因为你是第二名。哇塞！我觉得他的发言不尊重，我可以把他踢掉啊。不行，你没有，可以把你踢掉。不行，还好歹他也是第三名。对啊，尊重一下，给个尊重。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这样比距离表示他选择打圈圈。你要不要真的比一下？哇塞！不打我。好啦，比等一下总重量吧。那我一定是第八名。有八个人吗？对，我们有八个人，是第八名。不是四个。哦，对哦。你看节操零点九。啊。就是他是第一名了没？我知道啊。啊！啊！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！儿子出上小了，完蛋了、欸，完蛋了！莫名其妙掉到鱼了，莫名其妙掉到鱼了，太远了！莫名其妙掉到鱼了，完蛋了！哦，干，这边还要绕路哦，完蛋了！我要爬坡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！快跑，快跑！不行的，不行的！大圆，大圆，大圆的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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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舌头你好，你跑一家的、哦？不行的，不行的，快点的！哎呦，哎呦！你连第八名都不行的吗？有啊，看到你的啊，躲那边。哦哦，好，圈圈，圈圈，不要！你不可以进来，你不可以进来了，耶！你们这群，那小鱼差点出去。垃圾，粪便！哎、欸，我第七耶，太粪便！哎、欸，我再钓一条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去哪做梦？哎哎哎！我最大的鱼是舌头掉的。我输小零点八，零点零零八公斤。你们在比烂？这才龙山啊，这一定是龙山的，我不会搞错。刚刚我怎么是真的？还没关台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救狗开台日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没关系。我救过去，我救过去。哎、欸、耶！哎、欸，先播个广告。好，我等一下救过去。我先离开，我先不玩。你先去忙你的、啊。我先去吃东西。不是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忙饱了。没工作是。我要休息，听你们讲话。ID， 右口怎么拼 ？Z K 底线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变成世界？你是不会打中文你？可以直接打九口吗？可以吧。九团呢？不行，他是指令。讲低呢？哪个字 ？J 底线 K。J 底线 K， 然后零零零。K 底线了也要，对，我不是你。
超过吗？三个零吗？对。为什么没有啊？啊，不是说不是我。啊，我打对了啊！你怎样？哦 ，K 底线啊！啊，呆哟、哦。他不是说 K 也要底线吗？我明明就有说。对，底线。我就说我不是你啊！你怎样？你现在怎样？嫌弃。你现在怎样？你说啊。没有，我不敢说话，我什么都。